上星期四，美国抗衰老药公司 Cromadesh 公布获成哥旗下维港投资融资约2亿，公司主力生产抗衰老产品 Niagen， 主要是用来提升洛加因子水平。洛加因子是人体细胞不可或缺的代谢物，但随着年纪增长，洛加因子水平就会下降，如果补充到就有抗衰老的效果。Wilson 亦说，哈佛验证过提升洛加因子令到两岁的老鼠一星期内逆转至六个月大，等于人类60岁可以后生到20岁，逆龄40年。